你去抢劫，怕你。冇见冇见冇见。一只嘿，我逃一逃过来。这次罗曼以野生来讲的话算是巨大，但是比他还大的记录还是有，那我们曾经有发现过160几公分，然后换算成公斤数的话应该要超过18公斤到20公斤左右的大罗曼。罗曼包括白鳗或罗曼这鳗鱼，它都是属于降海产卵的洄游性的鱼类，就是说它会到大海里面啊，去繁殖产卵。那它的后代繁殖出来以后呢，像它从成长的鳗腺啊，会经过很多段的变态期，经过柳叶期，然后到鳗腺，然后随着洋流飘到台湾的沿海附近，然后才开始溯游往河川的荡游走。所以在每年的冬天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人在捞鳗腺，就是捞鳗鱼的幼苗。那原则上一般如果是在哪里捉到了，我们会在原地做引发。那因为它在水圳比较不适合它生存的基地里面捉到，所以我们会在临近的地区会选择比较适合的野溪的溪流，那最好附近有生产的地方，然后人烟稀少的地方来做引发。这一部分我们再进一步会在后续它健康状况恢复以后来做评估。我目测我看它身上有一些感染的地方啊，就是有一些斑块状的这些感染现象，所以我下午过去现场看，我会先看检视他的身体的状况，如果一些感染现象，我先做一些初步的治疗，然后再评估他有没有其他的伤口，像之前有没有被钓或又逃走，举个例，像他嘴巴里面有伤痕，或是有钓钩在他喉咙里面，好，如果都没有，当他身体健康以后，会找寻比较适合的地点来做引发这样。我们要看它背鳍、臀鳍跟它那个蟹子孔的位置，所以因为它现在看到的照片都是由上往下拍，所以现在还没办法看得清楚，对，所以我要到现场去看它本身的尸体。